好翻嚟嗱，老實講啊，今日咧有段報道話咧，有個我哋嘅大陸同胞去日本，話人哋間食肆唔俾佢避雨，叫人哋冇乜嘢唔好去日本，唔好去咯咁嚟。啊好啊，唔好去咯，千祈唔好去。喂，老實講，你個雨不停咁落，人哋要收工，好簡單嘅啫。我睇呢件案，喂，你記住喎，你話冇人情味，日本人收工。真係大過天啊！點解啊？要趕地鐵啊，大佬！同埋你買把遮咯，屌你老母，唔發慘！你點知落到幾時啊？個雨係嘛？屌你老母閪，多諗雨啊！嗱，今日因為我哋冇嗰個歌，所以冇歌聽啦。咁其實我唱都得嘅，無謂。我哋慳翻啲時間先。嗱，首先咧，我本來 download 咗相，咁後來我都覺得你哋都未必有呢個悟性啊。就我想 download 咗麥傑根州嘅州長嗰個女人啊，叫做 Gertrude Wimmer。屌你老尾！嗱呢啲嗱，其實咧，我睇翻我即刻上網睇，麥傑根州咧，從來歷史以嚟咧都係紅州嚟嘅，即係共和黨。但係近呢二三十，即係近呢十幾廿年啦，其實咧佢就慢慢咧就走向咗呢個民主派。咁但係2016年麥傑根州都係選阿 Trump 嘅喎。上屆就難講啦，因為上屆咧真係好古怪嘅一個選舉嚟嘅。嗱呢個麥傑根州咧。呢、這個州長咧就啱啱簽署咗個法案，個法案嘅法例就係話咧，官員咧係唔可以重新計票以調查欺詐行為。如果你哋發覺有欺詐咧，就要向地方檢察官或者司法部長求助。喂，我就真係好奇怪啦，票站嘅官員唔可以，票站嘅官員同埋雙方即係參選人唔可以派出，唔可以點啲票，一定要向。地方檢察官和司法部長求助，你首先這樣說，很多人去到這一刻還覺得這是的，難道你不信別人的地方檢察官是別人選出來的嗎？難道你不信這個司法部長嗎？喂，你真的各位朋友，你如果還是這樣看呢，實在太差了。既然現在呢，老實說，現在已經立刻有麥傑根州和其他不同的美國居市民呢，就要即係佢哋講嘅司法覆核咧，即係告實佢，因為點解咧？話佢係違憲嘅啊，因為咧憲法邊寫明咧係因為你係最基本嘅憲法唔會寫好細噶嘛，你最基本就係你要對全州選舉結果進行審計，以確保選舉嘅準確性同埋完整性啊。佢話呢一個條款咧，所有權利係自動執行嘅啊。總言之，有利於選民嘅權利咧。因為要實現個目標啊嘛，就是、公平嘅選舉啊嘛，就係、是就可以噶啦。任何內容都唔能夠阻止立法機關將選民嘅權利 ，OK 縮細到指定嘅範圍。選民嘅權利係無限大嘅。嗯。咁呢一個咁樣嘅麥傑根州州長叫人哋去如果有事，屌你老母揾地方檢察咯，揾司法部咯。但是就不讓你們去重點。我由這一點呢，我呢就覺得呢很簡單，即是民主黨呢，他去到現在這樣呢，就真的拿來稅，他真的拿來稅。拿來稅在什麼呢？因為這班人樣呢，你譬如為什麼我說喂，為什麼那些司法部長要記住我們不知道什麼有沒有深層政府啊，但是呢喂，很多人睇翻，哇！原來麥傑根州我又即刻上網睇啦。喂，屌你，佢哋好多贊助喎，嚟自邊個？嚟自呢個叫做索羅斯。咁但你都明白曬啲事情係點樣發生，其實大致都係咁樣發生。好話唔好聽，我唔理個上次個選舉點，以美國嘅民情咧 ，OK， 拜登係咪一定冇機會贏咧？本來其實都機會唔大噶啦，所以佢哋做好多嘢，包即係好似而家呢個麥傑根州呢個州長呢條女州長咁樣戇鳩。做埋啲戇鳩嘢，而每做一樣嘢咧，就反而令到阿 Trump 咧，仲更加受，即係受，即係有個受迫害嗰個形象啊！你諗下，嗱，阿靜肯定有睇曬呢啲新聞嘅啦。你輸佢咁多，即係告佢咁多樣嘢，又喂我都記唔到幾多啦。又1月6日啦，又揞口費案件啦，又話私藏乜撚嘢文件啦，哇，90多樣嘢。喂，你鋪鋪嘢咧？結果阿聰啲民調就一單比一單，每告一單就勝一單。民主黨咧就實在太過托大啦，
因為他哋梗係聞到陣味啦，咦，唔係好對路喎、啊。不過屌你，球證又係我，屌你咩？足總又係我嘅人，我怕條撚啊。喂、嗯，於是乎咧，就諗住再用一啲司法咁嘅手段，喂，將你塌撚埋入法，咁你咪衰撚狗緊咯。正正係因為咁樣，佢哋完全冇做，你今日睇到咯，係冇做任何準備嘅。而家你拜登嗱，到呢一刻，拜登堅權話要繼續選嘅喎。好，我都支持啊，係嘛？唔好退啊！嗱，佢哋而家出啲民調咧，阿老蕭又照講，就嘥撚氣。佢話而家民調咧，如果咧出阿 Michelle Obama 咧，即係個男人啊，男人婆啊，我、就會贏。屌你咪60%，屌你咯、啊！你出佢啦、啊，你快啲出 Michelle Obama，、我睇你點贏。而家其實有嗱，你嗰啲左膠我哋唔好計啦。大部分人其實所謂影，從來美國嘅選舉就好撚奇妙嘅。紅就紅，藍就藍，就係、是、中間個派嗰班所謂你嘅搖擺州，或者一班中間派啊嘅選民，就去動員啦。但係通常咧，州咧我哋選個人票啊嘛啊。喂，屌你老尾，佢哋零準備，而家睇到喎，佢 propose 咩方案出嚟？嗱、啊，佢哋真係你睇得到。喂，理政最正常就係、是、啊擺阿何錦麗啦，係嘛？但學咁咧又話民主黨啲人覺得佢好撚唔掂，好撚唔掂。咁再出奧巴馬咯，克林頓咯。喂，佢又點唔掂咧？其實老實講啦，如果你哋用阿拜登當日都係諗住拜登，你容易控制，你用佢啫。啊，老實講，以拜登嘅表現，屌你諗喺個峰會度，北約峰會度，屌你咪兜口兜面，屌叫澤林斯基做普京，兜口兜面喎、啊。咩戇鳩？屌你老母！屌你叫阿何錦麗做特朗普，啊、喂你去到咁撚樣嘅情況，都唔好話你係咪一時嗰個口誤啦、啊，即係我哋都有口誤啦、啊。佢哋仲有四年做喎、啊，問題係 four more years 喎、啊，係嘛？你老尾係即係老實講，你話邊個做會好啲咧？其實我都唔夠膽點講，但係你呢一班左翼。即使佢話譬如話對烏克蘭啊，對台灣啊、台海啊都好堅定都好啦。但係呢一班咁嘅左派，根本就係呢班撈家，撈家就永遠唔會將人民嘅利益擺到最上。嗱，如果佢哋能夠將美國人嘅利益擺到最上咧，係最合理嘅，因為佢哋美國啊嘛。嗯。但係佢哋你睇落去，佢哋係唔中意美國啦，似乎。OK， 好啦，你唔擺到利益最大嘅美國破落。做唔到世界大佬，呢、這、一個就我哋最 worry 嘅嘢，因為呢個世界係需要一個大佬嘅，咁佢唔做邊個做？你哋揀咯，嚇！但係呢班人就堅決唔想做喎，因為佢唔係唔想做，要自己利益啫嘛，揾水啊嘛，講嚟講去講揾水啊嘛，嚇！屌你老尾！你而家嗱，你見到呢個麥傑根州州長啦，啱啱人哋咧，即係陸陸續續有啲法案啊，即係有啲人即係上訴啊。話可以唔係上訴，即係話要，因為州法嚟咁呢啲啊，我哋要咁就啲人員要入去點票點嘅時候，要確保投票票箱嘅票數係合理嘅，即係不能夠不合理㗎。大佬，如果你100萬個選民，你都投咗50,000張選票出嚟，嗰啲咪唔合理咯。當人哋喺度做一啲好合理嘅嘢，佢令到個選舉咧盡量去接近公正嘅時候咧。竟然有啲人話你有懷疑唔可以點嘅喎，你要去司法覆核喎，去揾檢察部長喎。嗱呢係完全違憲嘅，但係做呢啲嘢出嚟咧，麥傑根州咧嗱，今日我攞時間囊啦，你睇住啊，屌你老母閪嗱，佢2020年啦，佢就係選咗阿拜登嘅，今年都係阿 Trump 嘅。嗱其實第2016年都係阿 Trump 嘅，你變咗2020年嗰個拜登嗰、那個，其實因為麥傑根州都係好受爭議嘅，我記得係臨尾，屌你老母閪！咪睇下點？屌你！你嘢做埋呢啲咁嘅嘢，你而家唔好講咩阻截股嚟嗰啲啦！屌你咩嗰啲全部老實講啊！你而家叫佢退，佢唔退。嗱，佢而家堅決唔退啊！你點啊？其實係難嘅。有啲人話，我啊覺得你覺得會唔會退咧？佢一定唔會退嘅。如果佢唔退，你點換人咧？除非啲大金主全部逼你退。依家大金主話唔俾錢啦。話唔俾錢啦，但係佢退，你揾邊個上嚟啊 ？Michelle Obama 又唔撚刮你啦，可能刮㗎，點解你咧？唔係或者何錦麗行頭，揾阿奧巴馬
做副總統咯。哦。啊！但係點都冇用㗎啦！屌你老尾閪，我覺得即係唔緊要嘅嚇。即係你話如果咧咁講啦，你話真係民主黨再冧莊咧，咁啊算撚數啦！屌你乜撚都唔講啊，收皮㗎啦！俾你萬步刀，我屌你有冇直情去馬來西亞做漁工好撚過？屌你老尾閪，黐撚線！你好似法國人仲唔撚戇鳩啊？嗯。啊！好啦。咁啊，另外咧有咩新聞講先啦？呢一節，唉，啲題都未整。咦，冇嘢講啊？啊，冇嘢講，咁就賣下廣告先啦。嗯。啊，又出相咯，有相啊嘛，聲就出唔到噶啦。冇聲。聲就出唔到啦，出相。冇聲相。冇聲相啊！冇聲啊！唔去啦，咁啊唔講啦，唔講廣告啦，嗱。我咧其實咧今日我準備咗，其實我又喺大搞緊我啲廣告相，我都執過曬去。咁但係我有提你哋買幾樣嘢啦，因為咧靈芝包子啦，啊卵殼膜啦，哇！即係我睇翻，因為我 combine 埋曬我啲 feedback 啦。哇！原來我啲產品真係咁好喎！哇！我淨係卵殼膜啊，我都有，即係所以我咧，即係如果再係咁樣搞落去咧，可能我真係要做一個直播節目，真係我講咁耐都未做過大貨節目，但係大貨節目我有好多嘢配合嘅，要同事翻嚟，因為佢哋要喺職場去 operate 個網頁咧，你知我見到人做大貨咧，嗱、各位網友唔好講咁多啦，嗱有啲網友識我，有啲網友唔識我啊嘛，做大貨節目，嗱、呢一個咧，呢一個卵殼膜，日本 Kango 嘅卵殼膜，佢係咁，嗱原價599，唔好講咁多，我而家拎300樽出嚟，屌你吹嘅，我買幾多樽你都唔知啦，係嘛？屌你老母係100蚊，即係譬如咁講。即刻上我哋個網頁訂，咁你但係要有人喺網站度答問題啊，同埋 take order 咯，即係要做呢啲嘢咯 ，OK？ 好啦，嗱呢個就係 Shiken 嘅膜，嗱我哋因為其實我今日我本來嗱連埋咗好多聲帶嘅，啊咁但係唔特別講啦，既然都唔出就冇聲就唔特別講啦，啊咁下禮拜先啦，因為聽日仲要翻嚟咧做好曬呢啲嘢，然後星期聽日又翻嚟佈置下個嗱我個星期。日咧報咗名嘅同學，我哋會再confirm 你哋嘅聽日。咁我哋咧10點就會上堂噶啦。咁啊會有6個鐘頭堂，中間有個 break 嘅。咁你5點零鐘放學啦，記得帶個 notebook 上嚟。OK， 咁聽日咧就我哋嗰個導師啊都會上嚟咧睇下我哋個環境睇下點樣 setting 啊。咁我覺得都係擺多張長台啊都夠啦，擺多張長台。所以我哋每一班只能夠8個人，因為大家 close 啲咧，因為如果唔係咧。或者互相問噶嘛，大佬話AI 係好緊要嘅嘢嚟噶，唔識 AI 就等於冇將來啦。嗱嗱嗱聲啦，呢一節唔好講咁耐。至於波咧，就冇乜好講噶啦。你哋中意點買就點買啦。半場和都係一個選項嚟嘅。你問我，我仍然堅持最後捧杯嘅係英格蘭，呢個係一個冇道理嘅。都仲係2-0。純粹私心，2-0都唔奇喎，2-1我話，但係2-0都唔奇嘅。其實咧，即係點講咧？真係五波就你問我，真係老實講，決賽啦，係嘛？你諗下當日連國際米蘭對曼城嗰個，我話屌你老曼城數鳩佢啦，數乜撚嘢啊？靠遠射啊，中距離射佢啊！西班牙試過數意大利佢射粒喎，試過係啊，喺呢個2012年嘅歐洲國家杯決賽。巴洛迪尼。喂，咁但係老實講啊，你而家再你問嗰隊即係波就係咁樣噶啦，同一隊西班牙同一隊意大利喺一個禮拜後再打多場，睇下數唔到四粒啊！或者西班牙數你四粒，即係意大利數你四粒，好近啫嘛啲波，就睇真係睇個臨場發揮啊，同埋一剎那。老實講，你話如果譬如嗰日就係、是、有陣時足球就係一線嘅啫嘛。如果嗰日霍頓上半場屌你咁樣彈一聲中柱嗰個入咗領先反領先2-1，嗰成個劇情又唔同嘅喎。咁啊大贏啊未必喎，可能屌你老母啊成班人喂屌你老母，因為驚輸啊。而保守，結果就真係輸撚咗。我哋見得太多啦，又唔定，就係咁撚樣1-1，然後靈光一閃。嗱呢啲係講運嘅，當然啦，你寫得好靚啦，係咪堅師？喂，咁你可唔可以西班牙話荷蘭有運？屌你諗下頂下把球都得嘅喎，呢樣係個即係120分鐘，話講90分鐘，所以你話係咪好撚近啊？屌你老實講，你好似嗰日西班牙對德國咁樣，加時下半場119分鐘，頂下把球。佢可以頂中柱嘅喎，42碼就輸撚埋嘅咯喎，所以足球屌你阿尾，老實講啊，你話講到咁撚堅就好難嘅，即係唯一就係我真係覺得喺呢一個層面上面咧，阿蕭生係堅嘅，
屌你無論端整個荷蘭就揦撚端嘢啦，係咯，佢表哥佢又真係好撚堅喎啲係，屌你咁樣咁啊揦撚端嘢啦，我整咗張圖啊。不過咧，我就即係我就你問我就情意結嘅啫，即係因為點解咧？你西班牙位又咁耐，英格蘭屌你咁六六年到而家，睇佢威翻次啦，即係咁解嘅啫。屌你，你老咪問心嗰句，而家人啲人 lift 曬出嚟，你真係冇嘢講嘅喎 ，lift 曬收腹肌啊，你好似阿東嗰啲。打撚曬飛機，屌你老尾！開頭咧話：，誒、哎、我唔會啦，點點點點。但係好啦，終於贏啦！做咩？做喂！而家冇人話唔捧英格蘭啊！而家係話屌你咁去戰術賓州啊！佢連收腹肌都中意㗎。係啊，佢唔係特別中意，佢話要撐，冇即係點咩叫 fans 就係要撐。喂，但係即係盲撐。係啊，咁係喎，我係我咁來都盲撐啦。咁唔通因為你收腹肌大？我好認真，我就想英格蘭輸啊！我都希望英格蘭贏噶，但係我真係覺得首富基你可以做好啲噶嘛。嗯，啊，雖然嗱，即係講開又講啦，佢係有即係到做嘢就係做得慢咯。譬如咁，佢而家咪冇用阿盧啊，阿里山阿盧踢中場咯，用明盧咯。明盧呢兩三場發覺佢係咪最好咧？起碼呢一隊我哋見到隊波，即係佢能夠拎到隊波中前場啦。係係嘛？咁有喎，但係彭馬丁。彭馬仔點解你唔俾佢打正選咧？喂，佢次次出嚟一出正選佢就掂喎。嗯。喂，點解你唔夠膽？你唔試下用屌你，甚至乎唔好用薩卡仔咯，又甚至乎唔好用阿霍頓咯，都得噶嘛。嗱，你老實講，你阿明魯咧一出咗咧，佢就放生咗阿霍頓同阿比明咸，但係比明咸呢一場都好靜啦。嗯。係嘛？屌你老尾！咁你真係好難講啊！你啱啱而家你有十九次撞棍啊，好乜都好啦。咁你又真係呢兩個入咗波，咪變咗戰術大師咯。有期有喂去到決賽狗屎運，呢個運係幾時啊？喂，斯洛伐克，屌你老母閪，真係最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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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分鐘，嗰個倒掛，當佢倒打到個倒掛，啱啱隔離冇人，佢先倒掛喎，一定入㗎，可以喺倒掛打飛機㗎嘛，係嘛？咁撚樣救翻佢啊，大佬！嗰場險到不得險啦，十二碼就反而我唔係好擔心佢哋嘅嚇，即係但係嗰場真係險到不得險啦。你就算去到而家英格蘭，咪贏我兩場波咯，90分鐘，一場荷蘭，一場塞爾維亞，嗰啲西班牙，屌你贏咗五場波咯喎，係和場，啊和咗兩場啦，和場德國咯，但係臨尾都贏埋咁啊，唔使射十二碼噶嚇。分組賽係咪三戰三勝啊？好似三戰三勝啊，係啊，即係贏咗五場波。五勝一和，好啊！屌你老尾，唔通五勝喂？當然啦，絕對有可能係五勝兩和輸咗個波嘅喎，輸咗個杯嘅喎。嗰度係屌咁兩，屌咁兩勝五和就捧杯嘅喎。當然可以啦，呢個歷史上亦都發生過添啦，係嘛？其實講翻上屆意大利，我同大家講啊，唔知你記唔記得四場淘汰賽啊？佢贏過一場啊嘛，話三場都和㗎，咁射術五和咪和咯，最印象。屌你老母，我搞撚掂你咯，啊！你葡萄牙2016年都係㗎，係贏個重威爾斯啫嘛，四強場場都和㗎，啊！屌你老味，足球未必有正義嘅，就係、是、和杯。屌你老母，原來英格蘭，屌你老母就係贏兩場波就捧杯翻去，你吹緊仗啊！你喂仲有個記錄喎，原來我嗰啲人睇翻，原來咧，阿收腹肌啊，帶領呢隊英格蘭喺歐洲國家杯決賽走嘅賽事入邊啊，十幾場未輸過，佢上屆都冇輸過㗎嘛，係佢上屆都係。對意大利都係和啫嘛，射十下輸啊嘛，係未輸過㗎。收腹肌，支持你，好嘅，支持你。休息一陣，休息一陣。